刘畊宏和小泡芙说到的分别是今天你四岁和今天爸爸听你话，也就是刘畊宏要当一个四岁的小孩听小泡芙的话。小泡芙明白后立马兴奋地要刘畊宏穿美人鱼的衣服。我玩美人鱼，让你也穿美人鱼。你玩女生呢？虽然一开始刘畊宏苦笑着答应了，可真